日发株式会社自2012年成立至今，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且优良的 IT 技术支持。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发展，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及实力。多年以来，日发株式会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，培养优秀人才，并设立自设开发中心。目前，公司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 IT 团队，并为壮大队伍、吸收新鲜血液，随时招募优秀人才。此次日发株式会社招聘 SES 营业岗位，具体岗位职责如下：一、销售完成技术员工和商业伙伴的参与项目指标；二、管理维护客户关系，参与项目洽谈与跟进；三、开拓新市场，发展新客户；四、开拓销售软件开发案件。岗位要求有任意系统开发经验者。岗位欢迎有良好的沟通谈判能力、富有责任心并拥有一定客户源的人才。招天上兵，纳天下士，日发株式会社热忱期待每一位人才的应聘。另外，此岗位也欢迎应届毕业生的积极应聘，具体信息请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联系我们。